哇，刚才的演出真的是让我手心捏了一把汗，真的是非常的扣人心弦啊。那今天呢，过年了，来到这里，我想再一次的祝愿大家，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，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。在这里，我想再一次祝愿我们在座的各位乡民能够货出得去，人进得来，高雄发大财。感谢各位。那接下来呢，请您欣赏巧耍花坛。